生活。是不是已完成？几多伤痕，几次的纠纷，书写青春。你记得吗？当时是怎样的？培养几个昂贵的小姐，岁月静好，懒得竞争，随便你说什么。只想做个简单的人，却变成了复杂的人。也想做个无求的人，却祈祷着生命丰盛。只想做个宽容的人，却美化了我的伤痕。也想做个坚强的人，眼泪却是我的本能。要多了细纹，我还是我自己。多少不安，多少的快乐都过去了，有些牺牲到底值不值得？我对于梦想依然虔诚，就算这样也不代表什么。只想做个自由